想跟大家分享我一个表演，我们其实已经表演好就是一些年了嘛，然后年纪也，然后我这几年来一直都有一个障碍，就很简单的障碍，你们以后一定要克服。如果你们有想就喜欢表演，然后又想要坐在椅子上，就是你们要坐这个椅子啊，高脚椅有一些高脚椅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会转。然后你们刚才有没有感觉到我一直在转，然后面向它，面向它，然后我觉得那样子还看起来还蛮不错啊，因为就是感觉你身为一个哥哥，然后你陶醉的看着妹妹唱歌，然后你帮她伴奏。然后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我会往某个方向跟一直转，那我刚刚就转到我已经开始看着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刚也一直往那边转。真的吗？然后我们今天彩排的时候，其实我原本是用那个椅子，然后那个椅子就更会转，它就很松，然后就真的很转，很烦啊。所以以后一定要挑那种不能转，就是不是有那种椅子。我解释这个已经有过于细节之疑了，但是就是你知道有些高脚椅它是四个，然后就是一个方方的，然后你坐在上面，它是木头做的嘛，不像这种是铁跟塑胶，所以它就不会动，因为它的关节太。好，我要讲下一首歌，然后下一首歌叫做《问题回答》，啊，这首歌是我唱的，然后我们好久没有表演给这么多就是大学生同学听啊，我觉得很样哦。我今天一来我就想说，我好久没到大学，我超级喜欢念大学，可是念大学的时候也都没有去上课。对，但是我现在超后悔，然后就觉得大学啊，我还有好多可以说，等一下再说好了。如果这是一首情歌，我会怎么唱？等等我吧，给我时间想想。他最好的模样，那时候好像注定要快乐吧。是这样吗？这叫有吗？是希望吗？是渴望吧？空吧，会后悔吗？我害怕肯定的回答。所以每个问题都回答到他。他就是必须得这样，由得我那样想，无所谓的遗憾有意义吗？正确的期待就永远不会失望。是这样吗？就这样吗？是希望吗？是渴望吧？会改变吗？会失控吧？会后悔吗？我害怕肯定的回答。我多么想要他爱我啊，我多么想要他爱我。
想让你爱我。谢谢。